所以他的，我以为他的官方软体可以有什么自定义按键啊，可以更多的选项，结果没有，他只有一个 calibrate 跟 test，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矫正跟设定而已。就这样子而已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们的震动啊、打啊都没有问题啊，到底按起来怎么样啊？就这样子而已，好吧？所以它的官方软体，我以为有什么自定义按键，可能可以自己在电脑上面调整更快速，结果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测试，然后就是看我们摇杆如果漂移的话。我们可以在这个软体作为一个矫正的动作，那其他的就是什么震动啊，大家有没有坏掉啊，怎么样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我就继续回到我们的摇杆部分吧，关掉这个软体。